哎，走走走！你怎么在这个车上？带你们去逛回。这是游览车，游览车小姐。待会她沿路呢会有麦克风。好，你先上，屁股先上去。对，然后我就会自动滚过去。啊！比较少。我们这边啊，因为要体操，要后空翻进来。我先开始看一下这边啊。到一些咖啡树，对，是。其实我看到，其实都有开始结果了，对，看到的红的，对，都可以吃。来，我们下车喽。他们从这边，哇，这边就是整片都是花草园。其实我已经看到柠檬了。柳丁，哦，这是柳丁哦，香橙柳丁这么小。哦，掉几颗？哦，这里耶，吃一个，吃一个，要吃黄的。对，因为你看它果肉很小。果肉有甜度吗？嗯，没有，只有酸度。传说中的枇杷，有红的来这边。来，啊哈，枇杷是什么声音？枇杷，对，当当当当，它已经形声了，已经告诉你了。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。噼啪，这好像是我昨晚在厕所的声音。噼里啪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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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啪啪啪啦啪。哦，虽然有点酸，嗯，但是那个果汁的那种原味。你刚刚说什么？有点酸。这很酸。哦。快飞起来了，酸起来了。哦。嗯。整个清醒起来，哎，哇塞，哦，眼睛鬼拢金起来。哎，咖啡树，哎呦，这里这里这里结红果了，你看很红。哦，这个咖啡要剥皮吗？要剥皮啊，可以吃，但是会涩的，涩涩的。哦，它不用吃就涩涩的。不同的涩，好吃多了。有点中药香哦。嗯。里面的有甜，它就会有一点甜，有甜有甜。像我们咖啡，它泡出来你会觉得，哎，有一点什么，像我们昨天说的果香。所以咖啡豆是两颗，它是一颗是破一半的，一半一半的样。所以你们拔的时候也都是人工这样？人工一定要人工，这没有办法机器啊。嗯，机器就会把连绿的都一起下。这是在我呢心路历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茶区，叫做太和茶区。哦，太壮丽了，而且这很厉害耶！这些茶呢，养了好几代人。茶园真的是很美啊，整整齐齐，高高低低。在拍摄，在拍摄。老板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你好。每隔几年都要上山一下。还可以，还可以。二三，哎，走肉。没有，我们就在拍这个茶园。嗯，对。你好。嗨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你好。对，在施肥吗？对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这部菜车在这里很出名，它就是穿梭在林间的茶园菜车。茶园菜车，大家都采茶，然后他没有时间买菜，对，就可以顺便买菜。哎呀，还记得我？在差不多六七年前，我曾经造访过太和茶区，认识了几位好朋友。大家都知道八八风灾让台湾的这片土地非常震荡的一次伤害，这里也曾经滑坡过，曾经呢有很大的土石流。嗯，在那几年当中，他们用了很大的力气让自己重生。对，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是一个壮阔的美景，是现在已经就重新富裕成林了。然后呢，我就认识了很好的一个朋友建志兄。来，
建智兄，哎，顺哥，你好，强哥，伯伯，你好，兄哥，你好，建智兄不是兄哥，哎，我要姓建，然后建智，但是这个季节我们现在来的时候，还有什么茶可以采？现在就是采这一种小芽尖，刚才我们这个比较特殊，就是说我们拿来做白茶。我小时候都白，有人叫我白茶。被踩，然后又一个七啊！你不要再自我介绍了，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。好，一年一年成茶，三年成药，五年法。那我们就是像这样小芽尖，要把它采起来。哎，我这个还有一点白毫嘞。白茶最重点就是有那个白毫，白茶它是可以入药，入药。因为听说它是比较退火的，对对对对对。这个时间刚好是我们山区的孟宗祖现在正在产冬笋的时间。冬笋不是很珍贵吗？非常珍贵，又嫩，特别甜啊，脆，跟那种高山的那种。哎呦，有蛇是不是？哎呦，有蛇是不是？哎呦，有蛇是不是？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家的够了，吓我！吸引他爆假菜爆，跟着我的车走就好了。好，好好，这里也麻烦你。你们那台车看起来好重啊！哦，这么陡哦！哎，小叔，这应该是我们骑过最陡的路了哦。对，哎，真的马上进到竹林了哎。对啊。这里也很像在拍广告啊，真的，是，我最喜欢这一种的。如果换上一台那种越野的感觉也很棒。你们回到当年我们那个《黑糖群侠传》，天天在梦中竹林。嗯。哎，这个锄头跟一般进城的不太赶快哈，修长一点点。对对对。后边。好，走，这边走。嗯，好。稍微看一下，嗯，这里面就有了，这里面就有了，对啊，我以为要走很里面，不用啦，哎，我喜欢野冒出头，对啊，那这些通常因为冬笋比较害羞，嗯，哦，躲在土里面，躲在土里面，哦，躲在土里面的最好吃，哎呦，那它挖完之后它会继续长，会，你看梦中竹里面，里面呢住着谁，你知道吗？住谁？梦中的妈妈，起来喽，妈妈，梦中的妈妈。哎呦！我熊也就大鸡耶！嗯哦，就是按一样这样，对，这样的是最好吃的。这个赛事，对，踩看，踩看，如果觉得脚底有点尖尖的，哎，这里哦，是不是这个尖尖的？对，它的脚是长这样，有没有？对，往下，这边这个区块先把它清一下，好，对，看它的大小，你把它弄断，我待会就把你的弄断。我现在也是属于冬笋，比较害羞。阿弟阿弟。卡手慢吨，你这饼无吃，你们剁起来剩一半哦。果然越来越短。这个林子要怎么样去维护它？老竹的话，它可能到五年过后，它会疏林，疏完之后是，它是带到海边科架。不是说你把它伐掉，然后就拿去烧了。你有听过一个廖天丁跟竹笋有关系的？故事？什么故事？廖天丁当年想要去进攻这个总督府，带着红姑来到这个总督府的门口口，但是看到伊的墙啊，足高嘞。廖天丁用三丈外跳入去乌球那，啊，过来嘞，来叫德顺插掉，来到进德顺，很粗哎，很长。待会你就吃这个。现在用不起来，我们就旁边再把它再把它挖开，就像这样子，修个旧一点了，这样啊，这样就起来了。哦啊，哎呦，精华不见了，精华不见。挖完我们要把它回贴，哦，让它继续长，对。哎，旁边清一下，你这边刮刮，哇啊，丢胸啊！来吧，雷梦娜，不是因为我怕把它弄断了，可惜了。哇，你看，他自己也中标。对啊，这位先生，像出门啊，哎呦，是不是？哦，起来 ，OK， 来了，来，小顺找到的。哦，这个比较嫩一点，哎呦，你的比较粗哦。哎，大哥。很。
你是丢高啊？还是很赞的。钢管舞，真的可以那个。你快给搞！啊，你的脚扣在那边。一三，哦 ，breaking breaking。有一些就是就冒出头，那个就是。那是春笋，那是春笋，它在三月份过后它会比较出来，它那就是要长高的。我们现在挖的冬笋，它是永远藏在土里，闷在土里。对对。哇，又回到这个空间了。这个空间是有什么典故？这看到是低调，真假呀？对。The way you look, those clothes you wear, you're more. 这个就厉害了，这个看起来应该就是猪喝水的地方。猪还爬这样子，但他的嘴巴又……哎，怎么我演的好像还不错啊？你仿佛当过猪。哎，这个是煮猪食，第一被猪底踩啦，底踩。有点荤吗？早期的生活环境那么差，哪有剩下给他吃？所以我们就会去找姑婆芋啦，那一些东西。猪它不吃生的，所以一定要煮过。它上面还有以前这是伐木的工具。客人可以去了解说早期我们生活的一些用品这样。这么大的机器就可以想象说木头有多对啊，多粗？在那个世代啊。那为什么要改成茶？其实那时候莫拉克风在玩，对，因为太和算比较严重的灾区，所以那时候我们社区就有一个邻居想说，哎，茶还是要推广出去。当初的观念是想说，啊，一家就是把一个空闲的地方，去做一个喝茶的空间。但那时候我们就是想说，哎，就请南华大学的陈教授来我们这边上课。那个陈教授来的时候，直接跟我们说，我帮你们设计我们社区在地的工班下去施工这样。那我们来喝茶，喝茶。好，那主角就要换人了，换成夫人是不是？是。现在上的就是陈年的老白茶，这一泡呢，它本身含有玫瑰花香、水蜜桃香。那现在请你们赏茶喽。好，赏茶的时候我们只可以只吸气，但是不吐气。对对对，吸气，吐气要转到旁边。是的。哎，你那个带有水气了。现在很多人其实都会有第一泡的疑虑，但是呢，在焙干的过程都会有做高温杀菌动作，其实不用太在意。对，而且第一泡的皂素最含量最高，对人体最好的东西就是在第一泡。健志兄就是好像突然间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，然后不太敢讲话了。家里话事权在谁手上？一般会有迟疑，大概就很尊重了。我们算都是同一个协会的，可以的，可以。没有，你们都是爱妻协会的，我知道啦。是啊，是是。所以你们都是真男人呐，对不对？哦，对对对。OK， 美吧？连一个茶器要过手，左手换右手都还要这样子。对，拿起来，再转过来，再拿起来。哎，那是要学的哎。而且他们真的很有仪式感。看他刚刚他先生他点头，对，你要点头，这是礼貌。好，用茶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茶它的颜色它其实非常的清淡，清淡。白茶并不再加过多的工序，所以它会呈现比较淡薄的颜色。哇哦，它有很强烈的那种花香跟一种香水的感觉。是的，是的。因为白茶每个地方都有白茶，对，是啊。我觉得这个叫做太和香水。嗯，哦，这个好香的水，谢谢。因为你刚刚讲到，所以我们要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标示，就像法国人他们很厉害，他们创造了这个气泡酒叫香槟。对，如果不是在法国，不能叫香槟，只能叫气泡酒。所以只有太和出产白茶叫做太和茶香水。对，太棒了啦！因为我今天也把2016年历史的记忆带到山上。噔噔，千岁茶。为什么叫千岁茶？因为2016年是我奶奶100岁。哇，
当年我在拍我们那个茶系列的过程当中，我跟一位台湾很出名的茶师叫吕礼珍老师，嗯，恭请他帮我做。对，那我妈呢过了两年回去了，102岁回去了。嗯，所以这一包茶我一直锁在我的那个箱里面。对，所以这也是一个封茶的概念，把那一年的情感、人之间的那种感受的浓度，嗯，全部封存在里面。是，我的妈是我生命当中最坚毅不拔的那个精神的中流砥柱。阿爸乖不？阿爸有搞不？他是一个228的受难者。我�阿公离去之后，他就从32岁守寡到他102岁离开。他回去的那一天，我叔叔他说，今天是我妈最开心的一天。他说他跟他老公分手了70年，今天要回去跟他见面。千岁茶开箱，它的整个锦洁度非常的漂亮，完全没有茶渍。在茶席上呢，其实本来就不能有气味重的食材存在，会影响。那因为你们各位贵客到来，然后因为冬季的时候是蔬菜最好吃的时间，所以呢，一定要让你们品尝一下我们高山的椴木香菇、花椰菜，还有冬笋。这个是刚刚我们采的那个，刚刚现采的冬笋，好脆好嫩，而且它没有说太多的佐料什么的哈。是甜甜老师帮我们准备的特色的一个茶点，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？那个是红肉梨奶酪。我们太和村红肉里是我们的名产，这个是老板娘的妈妈自己种的南瓜，里面我婆婆98岁了种的红豆，哦，融合在里面。哎呦喂，嗯，看一下，嗯，看起来很像香蕉的。巴斯克乳酪蛋糕加上我们的茶叶，里面是茶末，哇，茶叶。我们现在开始出阿嬷的茶的茶汤喽，来，希望你们再继续来喝。对，用不到吃的东西，让它静一下。很甜呢，它的蜜香果香都非常重，非常的好的一套茶。对面的是圣山，周族的祖灵山。那长官就要这样，先点一下。哎，你这是有礼貌的哈。哦，它的蜜香本身的味道很浓。而且经过这么多年了哦，越来越浓郁，底蕴更浓厚。对，是的，它的那个茶汤的感觉更圆润。你会奋斗啊！我即摆呢，拢感受到你所有过程当中的付出，子孙啊吼，拢会把这个愿意付出的这个力量，甲大家来分享。所以讲，我今日到威廉来吼，敬你一杯，希望你能感受到。阿嬷，谢谢。阿嬷，感谢。好，阿里山哦，最出名就是茶。对，现在这最近这2-3年就是换咖啡。你好，你好，幸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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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怎么称呼你？叫我轰轰就好了。做事情都烈烈的，轰轰烈烈。好的，你是原住民吗？我一半。一半，对，哪一半？我看一下。对，后后半段，我下半身是原住民。上班的是那遗传到好的部分算不错。那第一个工序从哪里？我们等一下会用这个布袋哈，布袋，对，把那个豆子放进去，就是用甩豆的方式，然后把这个壳拔去，敲出来。以前甩小米，现在甩咖啡，来哦。兔子经常都是从布袋出来的，这个兔年要跟大家来真的是展现一下。没有，我们用水洗豆。这个是还没去壳的时候，它是甩的力道要怎样才是恰当的？甩的时候其实是看一个人的修养，对对对对，一些生活压力。OK， 他应该会炸，就是这样子啊。对，这样大概这个力道，大概这个力道大概去甩在20下就可以。说君者很好，你说的都好，我没有意见，你尽量要求，累死应该。什么时候要你补这一句？那是我的命，我的命。说我都出去玩，明明就是做工作。夫人怎么称呼？婉欣。啊，不然你试看这个。婉欣。你试看婉欣。赚钱都汇给你。连房地产都要转给你，房地
什么？把地契是他的。对，什么都是你的，剩下500块。怎么过生活？对，为什么不体谅我？这样会多辛苦。我还要哪里用钱？钱都赚给你。哎，不，来一下。顺哥，你知道？小白狗。不是，我平时都这样子，怎样？来，我看一下来。好像周君哲，好像我昨天我老婆，不能太懂了，我懂你啊，我懂你，我懂你。阿里山从下个礼拜开始应该可稳的。你这个桌子有没有再长一点点的？因为开始会有游览车来这里，刷，所以这差不多的，差不多。以这个怨念了，嗯，真的就这样子，它就像脱衣服一样就脱了。然后接下来，我们用吹气的方式，吹气，对，然后把那个壳吹。哦，对。顺哥，你不要这样抖，我觉得好像有一点要抖出去的征兆，就是像我们这样，对不对？中风的征兆的，像我们，那我们是这样。我这每一颗都很重要，没有多余颗在外面哦。我们一二三一起吹气哦，把我们哦心里面的怨气烟消云散，把它吹掉。来，一二三。所以这个大家很开心，知道哎，那个上级指导单位一直在打 pass， 我说我们知道了，上级都这样，对了啊，但我们在你们注意，我们在拿注意港口啊，不要，我们要进入烘焙的阶段，那我们先把那个咖啡豆倒进来这边。这个烘豆大概的技巧是什么？以文火。就是慢慢的去让它受热。所以其实我是一个耳朵我会听到很敏感声音的人，我刚仿佛从那边传来一个声音啊。不是那个，我听到的跟你不同一句，你听到这种，今天晚上不要碰我，不要碰我，收过来打扫，你给我收回来。这样子一个摆荡可以吗？可能大一点，哦，大一点，那要怎么样？让它均匀，均热哦，弄一弄的，打开是爆米花，那可能是我的问题，不好意思，我们烘错了，烘花在那个里面放玉米嘞，很多人看了我们节目多舒压，在那个群组里面传上来，就是说哈，其实他不孤独啊。原来我们不孤独，你会发现很奇怪，一样的动作，可是威廉这边他完全是还是生抖的样子。嗯，对，因为我慢工出细活，他结婚的时间比较浅，我还在新婚。你结婚多久了？我结婚啊，玩着。哦，你知道意思？多久？没有，哪有，不敢。哎，你们结婚多久了？我，没说错了。对，你哪里有说错？你根本没说，没有讲。你看，这个我们是一国的。我知道你为什么叫轰轰了，你都被轰出门了。红红的花开满了木棉道。像我都好听。嗯。让他在旁边这样。哦，我太散了。而且已经出现很多火花了，对，表示它更熟了。对，它的那个外面的银皮呀、啊、什么的，因为它里面的空气二氧化碳从里面冲出来，准备进入二爆了，把它倒出来，烘焙程度差不多了。所以你看，你的豆子比较深的时候，它是比较小颗的，对，它烘焙好的时候，烫。那它会爆里面的空气，从豆子里面。哦，好啊，这时候再怎样？再冷却吗？这个手工这样蛮好的。哦。又多了一层，变色了。嗯，我的很漂亮，哎，哦，很美。嗯，它有银皮要吹掉，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体验。啊，你老婆是哪裡？台北还是哪里？我们他去嘉义市。哦，那还好，他就上山而已。金长一生气，就回家了。下山，公车很快，一个小时就到。对啊，因为太近了，我要等公车。你出去的时候遇到他，说：“还在，还在，还在。”不能让我们多宣泄一下，没有想到回去被压抑，这里制作单位也要压抑我们，还刚刚叫我把手放下去。我倒进去之后看一下。现在是这个状态，
阿里山的姑娘美如。哎，难怪，难怪你，难怪你举举家一次的。爸爸是周子瑜，对，你在养。知道为什么爸爸到现在还对他这么的忠心吗？对对，因为我爸爸是标枪的记录保持。还是哇哦，是不是？在哪里？去哪里？有一天在路上看到一只刺猬，就是他爸。啊，背后还有六只啊。剩下五百块，怎么过生活？钱都赚给你。机车不好了，不能太好了。阿里山的姑娘美如一个漂亮。然后那个锤的力量要怎么锤？就一开始的话，我会先用压的，因为它是硬的东西。哦，是是是。对对，比方说，那你可能先把稍微把它压。哦。压碎了之后，那我们可能用像磨的方式，像咖啡对香为主。哦真的嘞，好香哦！我们刚刚 到现在一直在破坏这个家庭的完整性，跟破坏这个豆子是一样的。我们就像是坏朋友来，然后拍拍屁股就走掉。到这边了之后，我们可以用旋转的状态，旋转的假话。哦，这应该是所有的过程中最累的一个。嗯，那各位先回去休息一下，好的时候再过来。对对对，又看到团团跟圆圆在还在抹两个黑眼圈了。我们的表情，一定要帮忙大家闻到那个香。嗯，宗主的那个祖灵要怎么召唤？对，因为召唤来了，他们来监督，他会变得更好。我们不会在非祭典场合去做这种事情。哦，不能随便请，就对了。歌也是正式的，有意义的，不能乱唱。哎，威廉算是海边长大，要不然他唱他祖灵听不懂啊，祖灵那个 pitch 会跑掉。祖灵说那个是谁啊？那你来哼一下。我们召唤我们的那种欢喜之神。啊，这盼呐，那那那，这盼呐。不要抄袭别人！不要抄袭别人！我昨天被你骂得好不舒服。这是欢乐王吗？我是是，我在分享痛苦的过程。你叫我去洗衣服，我突然想问候你老母。欢乐之神，等下我们进入首创的阶段。首创，你不要客气，你就你就进来嘿。好嘞，深呼吸，深呼吸。她本来以为她遇到那一个老公就已经觉得这种样子的，现在还就一次来三个。今天顺哥还有威廉哪可以证明就是我是正常？对，整座山上只有你不正常。对啊，你要不要好好检讨你自己啊？我真的觉得他们就是人夫团，每个笑得像什么傻瓜一样。灿烂，我们就是这么的纯粹。狮子哦，好狮子，狮子朝外，狮子朝外，对，你手狮子朝外，你一定要跟他的啦，顺哥，狮子就朝外嘛，这是才朝外啊，这是面对我是朝内，朝外，不要动，啊来，安德，我知道我错了，这我原本以为我只有我儿子女儿在的时候我会那么暴躁，面对你们我也蛮暴躁，这个绿子是纸浆做，所以它有一些纸浆的味道，所以我们要用一下绿子。走一圈，对，把那纸的味道洗掉。亲切的糖一瓶匙，直接进去了哈。然后就上面搭去，然后再来做一件事情，布粉，将轻轻的转，让它表面是平的，薄厚度会影响到它萃取的浓度。正中点下注，然后顺时针绕个两圈之后，我们就拉起来。对，按大小的话大概跟50元硬币大小一样。嘿，那就要停手了哈。好，我们等一下，因为让它做闷蒸，等让它里面热水、空气、咖啡粉去做一下结合。顺着水都紧紧撑下去了。好，中间点下注，然后维持一样的方式，我们绕大圈之后，我们绕小圈，像蚊香似的，从小绕大，然后再绕回来这样。如果气泡很多的话，表示说，哎，这个是刚烘好的豆子，它会很新鲜，它会封，就是富有很多很多气体。然后在手冲的咖啡要喝之前，一定要这样轻轻的摇晃，摇晃一下，让它，因为它浓淡度是慢慢堆叠上来的。那我现在就倒两杯，完全回避。香，好，来，请两位老师。哦，这直接到胸腔里面去。呼吸。哦，
那我们也自己喝看看。你是喝到肺里面去了，是吧？要喝到这么大声，大家来嘛。这个难分胜负哦。我比较喜欢这一支啦。我也是比较喜欢这一支。如果以比较专业，还是说比赛的口感、口味的香气的话，是这一支。可是这一支的话是比较普遍大家可以接受的，它这个多了一点酸。比赛就是有一个项目是酸。你咖啡沾的我香，它没有那个酸度。没事。对，因为有人他讲的笑话都比较大众，对，所以他做出来的东西就会比较大众，而且他也是，当然了，他也是大众比较认识的。那我们服务一些高端的。天下没有白吃午餐，是只有白吃的威哥。我就想说，你应该要冒白吃，你别那么有自信好不好？你除了白吃以外，你还是硬吃啊！叫你拿起来，大家看一下，拍一下这个鞋子，这种鞋子包得很紧。对，我有一次在阳明山一个朋友家喝茶，有个朋友就是很久没洗澡，是是是，鞋子放在门口，整座山的野狗叫了一个晚上。同伴来了，同伴，那大概有什么猎物来了？猎物，山猪啊，浓重的那个声音啊，酸呐，所有的猎犬都绑不住了。我今天晚上就放门口。喜欢我们驰骋都市穿梭乡间的旅行风格吗？那你现在要做的是按上订阅，加上小铃铛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